你就是传说中的死神吗？我只是这座桥的守护者，只有当你们渡不过的时候，我才会成为死神。没事吧？谢谢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嗯。小心。嗯。怎么了？就刚刚地震啊！沈琦突然说他头很痛，倒在地上起不来。可是大家怕地震，全部都跑走了。刚才，那不是地震，是后山在开挖。是旧校区吗？怎么可能？一台挖土机哪会有这种力道？对啊，刚刚地震好恐怖哦。好像有东西跑出来了。死神少女。我们不熟吗？叫我名字啊。哟，你来干嘛？这里有死亡的气息，
所以我就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又没找你。别忘了，除了召唤死神的人，就只有垂死人看得到我。少吓唬我了。像这种过不去的顽石，最适合当奶奶教的鸡屎了。够了，我还没这么快要死。给我滚！别忘了。奈何桥在等你哦。真的吗？亚鹏，这些还好吧？好什么好？你们这些有没有同学来啊？丢下生病的同学就跑了。他爸叫小青一个人。哎呦，阿鹏心疼喽。对啊，阿鹏是有同学爱了，最喜欢小青了。哎，你们不要乱说啦。是真的，小心！阿鹏暗恋你，你要小心哦。才没有嘞。对啊，你看，还有说话你的话啊。还给我！别跑！你是啊。哎，好了，不要玩了啦，上课了啦。学好。对不起，学长。你本人比画好看多了。嗯，谢谢。可是。这话是阿庞的，我的画盆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还给我！他本来掉地上了。喂，是你自己乱丢垃圾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没有听到三分钟响了吗？老师，黄鹤，你知道这次的科展成绩出来了，你猜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很好，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赶快去跟校长报告一下。好，谢老师。同学，赶快回去上课了。至少是捡回来的嘛，还不都你？对，还要跟那个江平老师报告这件事情。他从以前就一直指导你，我想要听到这件事情，应该很开心吧？好。今天是本校值得庆贺的一天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黄河同学到台上来。黄河同学代表本校参加全国科展竞赛。勇夺第一名，这是本校的骄傲，也是黄河同学的骄傲。现在我们请黄河同学讲几句话。谢谢校长，谢谢大家。这个奖我要献给这两年来一路栽培我的指导老师江平老师，这份荣耀属于你的，谢谢你。刚才黄河同学展现了尊师重道最佳的示范，大家再次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啦。我问你哦，黄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管他是什么人啊？你自己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吧。为什么？市长，终于搞定了。他不只是个自由生，而且他家里非常有钱，有钱到呢可以买下这小镇的一半。真的？嗯。那像他这么有钱的自由生，为什么会和黑狗那些小混混在一起？而且之前我哥还被黑狗他们欺负，那些人都是帮黄河跑腿。黄河去年呢就收骗校园所有的黑帮，所以他现在才是真正的黑社会老大。是啊。嗯，而且他是个双面人，他个性非常古怪，好学生、坏学生都很怕他，只有老师搞不清楚状况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哪有怎么会这样？只要你功课很好，老师自然就看不见了。
好久不见啊。能不见最好。不是你说要交新朋友的吗？怎么样？那些新朋友不喜欢呢、啊？狗不要说。不喜欢新朋友，阿才如果知道你那么念旧的话，应该很感动吧？上来啊！糟啊！Cheers， 敬新朋友。我一直在想，要怎么样才能跟你在一起？你知道你很特别吗？哪里特别啊？家世好，长得又帅，又有钱，又会念书。可乐里面有什么？可乐里面。这些废物。少爷脑筋，你老干！各位，沿黄河